看看。好，结束了。城市在哪？出来了。国旗值多少？国旗值多少？七吧，我答对了。这是哪个国家的号称医疗最先进的国家？不丹吧？不丹，加样吗？喂，加一个。这是哪个国家的？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？摩洛哥。梵蒂冈。最小国家是梵蒂冈。这是哪个国家呢？这个是加勒比海，小马加吗？对不对？加勒比海。来，答对了。这是哪个国家呢？很多列车，比如说巴士、保时捷，都是这个国家来的呢。德国吗？不是啊。好像比利时。不对，啊、德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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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记得以前是哦，那英国，忘记了。想再玩一次吗？不玩了。